捡环保的时是六七年有啊。进前拢六点外就去捡啊，差不多转来到啊，食饱到三四点过去载啦。就是讲用打打无偌济，用刮嘛刮无偌济，都照顾无好无力啦。用这哪足好势，包土饼啊、蛋糕啊，里里口口吼，要担的迄哪袋吼。四个人啊，边啊就绑一个铁刷，啊就吊迄、那个迄个牛铃管啊，拿顶就可以抓绳啊抓啊，也可以迄小姐，伊讲我足羡慕你，哎，你做你后也可以发到安出来安做，我讲是啊，尽量来做啊，啊，等下若未当做时，你想要爱做嘛，无当做啊。就是上人这么有慈悲心。叫我们说要那个要捡这个环保捡回收哈，顾地球。今嘛就八十回去哦，感觉哎，一天一天老，安尼做较唔知啊忝，啊无你点点坐咧吼，烦恼你病，烦恼你安怎，咱做去都拢唔知了了都好啊。我啊过来关怀安养院的老人家，我感觉我足幸福的。我有这个体力，有这个身体，通我来出来做。水产开始讲要读书会，我说我家是哦古厝，然后啊，我想讲，该爱做菩萨道场哈，我就叫人来整理。较早个性较无遐好，即卖吼改变真多，比如讲爱包容哦，再缩小数据哦，啊，未做就是废气哈，啊，唔做就是了去哈，做到我未做为止啦，安尼咱才是福气啦。